Hello， 大家好。这次就会玩这个抢乒乓球的游戏，会给一个东西吹着这一乒乓球，过后我们会分两组，过后我们会抢，就这样嘛。OK， 所以现在女孩子一人会选两个 teammate， 过后我们分两组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了，他赢了两轮。OK， 你先选一个。我要等你。你要等你，你再选一个。你再选一个。你再直接选一个就对了，他选的那场，你再选一个。我选可可。所以你再选一个。要信心。加油。我靠！等下乒乓球会在上面飞，过后我们会抢，用嘴巴抢 ，OK？ 怎样飞的？就风会吹它，这里有风会起来。谁吹？吹风机。哦。谁吹？赢的那一team的其中一个人会得到神秘礼物咯，输的那一team的其中一个会被玩具枪射。切，其中一个啊，不是全部吗？全部啊，全部啊，然后之后我们三个要。啊，也可以啊。输了。OK， 输的那一team就给赢的那一team射。给我大红利。女生就跟女生，你一开始就女生先吗 ？OK， 来。你跟上进到我懵了。OK， 惨了。你要不要倒数？你要不要倒数？啊，肯定要用标准啊！你们倒数啊！来，3、2、1 ，Go！
啊啊啊来来来，放我给他放在那边。等一下，妈妈妈妈妈妈，这只是个游戏吧 ？OK， 妈，这只是个游戏。来，我们倒数，来，我们倒数，三二一 ，Go！ 再来，来来三二一。请帮正来帮我们颁奖，来，就谢谢老弟老弟，我们就得到马西莫，不是马西莫赞助的马西莫面包，可以三个人一起吃，很健康的哦。没有啊，我懒得练他的 nutrition 了啦，你们得空你们买，二十一号过期了，那勇啊，如果你要输嘞，那勇，我不想射你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们有难同当，我会不射卡卡，因为刚刚。三二一 ，Go！ 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。如果你们还有想要什么惩罚的方式，你们可以留言跟我们讲。大家记得订阅我，我是杨宝贝哦。还有什么要讲的？快点，有什么要喊订阅的？快点。你讲啊。超讲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这集就到此为止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停。